天气好不好？感谢三宝护法龙天，心好，世界跟着我们改变。所以念一下印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所以愿大家随时保持一个悲心，一个帮助众生的心。那心改变了，你会发觉身体也改变了，家庭改变了，事业改变了。我想所有佛陀的教法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来念一下调伏自心，所以佛陀的教法就要改变我们的心，心改变了，然后世界就改变了。所以有一句话，掌握你的心就可以掌握你的命运，掌握你的心，就可以掌握世界。所以佛陀说，一切为心造。所以不要让不好的心跑出来，要随时保持刚刚各位念大悲咒的，我平等心、无为心啊，种种的正面的心态。我想咒就是一个陀罗尼，他就希望用咒来保护我们的心，所以叫持咒。所以希望大家都健康发财长寿，所以我们念药师咒。希望大家都消业障消我执，将来往生净土，所以我们念往生咒。所以但是你要希望别人如此，那从你的心啊发光了，就像石头变成钻石了，外面就发亮了。所以刚刚我各位听各位在念大悲咒，观音菩萨说，常念大悲咒的人，如果现世不能够得到富贵、长寿、智慧、辩才，我乃不成佛。常念大悲咒的人，将来会堕落三恶道，我不成佛。常念大悲咒的人，将来临命中不能够往生十方诸佛菩萨净土，我不成佛。所以念大悲咒太重要了，而且经典说，你每天只要念三遍大悲咒，你洗澡的水啊都变甘露水，吹到你身上的风啊都变成大悲风。念大悲咒的人，声音变观音菩萨，身体变观音菩萨，谁跟你握手，谁踏到你的影子，都消业障。各位慈不慈悲啊？所以各位要多念大悲咒，以一个正确的动机。既然大悲咒功德这么大，所以我更要念啊，我要让别人看到我、想到我、走过我身边，乃至哎呀跟我握个手，都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加持。所以来，大家请跟我合掌啊，再背一次哦，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性、诸佛菩萨的功德，体悟众生苦，所以一定要让佛的力量来帮助苦难的众生，所以我们虔诚合掌啊，自修十善业，圆满十供养，发普贤十大愿王，实践十波罗蜜，愿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同得解脱。来，南无常住十方佛，
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身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念到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有没有看到佛陀啊？要观想啊，手合掌叫身业清净，嘴巴念叫语业清净，但是你心要观想哦，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，身体是透明的发光，脸非常的庄严微笑，在看着我们，在加持我们啊！来，各位观想一下佛陀与他大慈大悲的眼神啊，身上发光，哎，要加持拥抱我们，要这样观想啊，佛哎呀，不断的啊，在为我们加持。来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观想一下，观想一下佛陀啊，庄严发光，慈悲的脸，透明的啊，在加持着我们。好，我希望各位要经常如此啊！如果你的心想着佛，佛就入你的心，所以你的心就充满了佛陀的关爱、智慧。那时候你的内心很平静啊，很快乐，也充满了力量。所以为了帮助别人，我们一定要净化自己，一心念佛啊！一心念佛，你就有力量帮助众生。所以就像我们一心念大悲咒、药师咒、Om Mani Padme Hum 一样，把佛陀的智慧功德融入在你的心，然后就放光了啊！来，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一心顶礼普正大和尚，所有法师，善师如母众，难忍无量苦，意念苍生情，世世永不离。Om Mani Padme Hum。我们念佛菩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乳母受苦的众生，永远记住，所以叫善思乳母众，意念了众生的苦啊，而发起了菩提心。来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 Om Pudijita Mudaba Dayami， 这个叫菩提心咒。当我们希望安住在菩提心的时候，你可以念四弘誓愿，你也可以加这个啊，一切菩萨成佛咒，也叫发菩提心咒。再跟我念一下 Om Pudijita Mudaba Dayami 啊，所以愿自己不离开菩提心。那为了要圆满菩提心，那我们叫思维空性。来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戴亚他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啊！一切有为法，什么叫有为法？身体、爱情、家庭、事业，这都是有为法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哎，都是假的，应作如是观。我们会痛苦，就是因为执着有一个真的。你真爱我吗？你恨我吗？啊，所以你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，你觉得那个是真的？你被推下台了，你觉得很痛苦。所以各位，快乐也是假的，痛苦也是虚幻的，那你就可以超越一切。为了如此，所以要常念心经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没有一个我在受苦。
不然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爸爸妈妈不要我了，我好痛苦啊。哎呀，我老公不要我了，我很痛苦啊。事实上，你把这些虚幻的当作真的，然后那你就会痛苦。所以快乐也不要骄傲啊。那么生病也不需要忧苦，因为那只是一个业报延起的因果，暂时的现象。这个世间没有永恒不变了，这个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会改变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一点要记住啊。所以当事情改变的时候，一笑置之，随缘随缘，大家都讲得很好，随缘随缘，然后碰到你就不随缘了，气得半死啊，然后那就破功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要赶快一心念佛，此时正是修行时，不要被境界改变了。所以我想，为了要升起大悲心来利益众生，所以发愿成佛，为了要成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消除我执。所以各位，我执自私是所有痛苦的原因，慈悲利他才是所有快乐的因。你要选择快乐还是痛苦啊？所以不管你做什么都要为众生，那你就快乐了。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为自己，那就痛苦了，压力就来了，你再多的钱更痛苦啊。所以佛教里面要我们无我大悲心啊，这个叫智慧与慈悲。所以弘一大师这句话很好，跟我念一下来：了事如幻，爱心永存。了解世间一切法都是幻化的，念一下：一切法毕竟空。大家都会念哦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但是当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了啊，我毁容了，哎呀，我断一根腿了，哎呀，我腰不能动了，就开始烦恼了，就开始受不了了。因为凡事都是有它的业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能把痛苦怪罪别人，是因为医生弄错了，是因为你伤害我，各位，凡事都是个业报，然后业报的本体也是空性。所以弘一大师要我们了事如幻，这个就是空性，但是爱心永存，慈悲是真理，世间都是假的。来，再跟我背一次：当假的看，当真的做。各位，爱情是真的还假的？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不要太在乎，可怜的女人呐、啊！啊，你们把爱情、亲情当作生命的全部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当假的啊，既然是假的，也不要太在乎了，没有更好，有了是痛苦啊。所以你把这个肉体当真的，那你太痛苦了，它会老哎，会生病哎，走楼梯跌倒哎，会毁容哎，断腿哎。如果你把它当真的有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世界你看到的都是镜子里面所显现的，请问镜子里面所显现的万法万象是真的还假的？虚幻的，你想要去拿镜子就破了啊！当假的看，这世间不过一场戏啊。但是当真的做，我们要去慈悲啊，我们要去利益众生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保持在这种状态你就快乐了，一切都是虚幻的、假的、暂时的，如此而已。把握你的心比较重要。手断了，右手断了，还有左手断了，还有脚，脚断了，那没关系，还有头。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有一颗心，心才是我的。我的心念阿弥陀佛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。所以各位，医生说对不起啊，我开错刀了，你可能三个钟头就死了。没关系啊，谢谢你啊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。身体是假的啊，真实的生命是法身啊，所以佛叫如来。什么叫如？如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的佛性叫如。什么叫来？来去自如啊，大慈大悲。所以佛叫如来，安住在空性，却不离大悲心。这就是我们念一下：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们大家听经闻法看佛经，
就是要了解如来真实的意义。请问各位，你心中有没有如来的佛性？有没有？那有就好了。那你干嘛往外求呢？本质具足啊，大家都有宝，为什么要往外求呢？老公，你早一点回来陪我吃饭呢？你不回来我睡不着觉啊。你干嘛求这个呢？你不会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解决了。所以各位呢，原来痛苦都是自找的。男人、我要出名，我要做会长，我要很有钱；女人，我要漂亮，我要人家尊重我、爱我，那生命太苦了。所以各位，来，有求必苦。对啦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你要是无所求，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就像香一样，我们点香都知道它会消灭，但是至少它产生甘露；我们点灯都知道它也会熄灭，但至少产生智慧光明。人活着的意义就是知道生命是死亡是必然的，但是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我孝顺父母，我尊敬师长，我爱护众生，我弘扬佛法，这就是生命唯一的意义。所以活多长都没关系啊！像我这一次的生命只有三天，为什么？我来兰州三天就再见了，所以下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，不知道了，但是把握当下，努力的结善缘，做好事，无所求。所以各位，你保持这样，那你就快乐了。所以你快乐就可以给别人快乐，记住啊。一个不快乐的人永远不会给别人快乐的。今天你心情很好，一个忧郁症的人看到你心情会变好。释迦牟尼佛说了，一个充满欲望充满嗔恨的地方，佛陀出现了，所有的欲望嗔恨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佛出现了。所以我们一个修行的人念大悲咒，就是为了修大悲心，让我们自己有大悲心，走到哪里充满爱，充满光明，让那个恨，让那个欲望不见了。所以佛陀坐在那边，他没讲话，但是他已经摄受我们了。所以也希望大家做一个别人欢迎的人，很有人缘的人，经常照镜子，我的眼神端正吗？我讲话端正吗？我的心端正吗？这个比较重要啊，而不要管说我漂亮吗？我有钱吗？那是欲望啊，有所求啊，千万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眼光，不要爱面子啊。所以快乐来自于你自信的清净。所以我们大乘经典有一部经很好，叫《大乘四法经》，跟我背一下：宁舍生命，不起嗔恚心。这是第一条戒律哦，我死我都不生气。第二，宁舍生命，不离菩提心。我想尽办法就要让众生成佛，成佛只是一个方便，目的所有众生都离苦成佛了，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。所以宁舍生命，不离开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决心，菩提心。第三，宁舍生命，不离善知识。那你要成佛，那你不能够离开善知识的引导，因为我们都用我执的想法在做事情，然后善知识跟你讲那个是对错，那你要依教奉行，你才可以消除分别意识我执。所以各位呢，宁舍生命，不离善知识。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拜师父。所以各位呢，宁舍生命，不离开善知识。所以我每天都念我师父的名字，我没有一天不念我师父的名字啊。我的师父随时加持我，所以师父如果不加持我，我就像没有电池的人了，我完蛋了啊！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一个师父的加持，所以传承的师父。所以我们出家人，像各位的海清这边好几条，好几条，为什么？这个叫我们要依止善知识，至少53位善知识，善财童子53餐。但是你依止善知识，你要奉献你的身口意。师父啊，我把我生命的全部奉献给你，
你让我消除我执，脱离痛苦，解脱成佛吧。然后师父就教你啊。但是如果你不能依教奉行，那就没有用了。但是各位不要随便拜师父，要拿着放大镜好好看这一位师父，哎，有没有持戒，有没有禅定，有没有智慧，知见正确佛，慈悲心佛啊。就像你今天要开刀了，人家帮你打麻醉，你醒来以后已经在地狱了，那不行啊。所以你要把你的生命来医治一位善知识，那你要好好的观察这位善知识是不是有实修。所以我们出家师父，我师父跟我讲，出家人目的就要成为众生的医治善知识，所以要自我要求要持戒，要悲心为动机，然后呢这个世界哎呀，众生才可以离苦啊。就像那些流浪的老人没饭吃快死了，我们要哎呀赶快让他有个安顿的地方。对轮回的众生很可怜了，所以三界流浪汉，六道孤儿，哎呀，这个世间呢，众生都在轮回。为什么会轮回？跟我念一下：无名为父，贪爱为母，造情苦命有情儿。各位，我们苦不苦啊？很苦啊！我们这个苦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无名。什么叫无名？不相信因果啊，不了解空性。执着有一个我，然后呢，我爱我爱叫贪，我不爱我不爱叫嗔，我搞不清楚叫痴，我骄傲叫傲慢，我比不上人叫自卑。每一个人这个贪嗔痴慢疑都是从这个无明，我们叫我所展现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无明为父，然后贪爱为母，然后你就会造业，然后就轮回，而成为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。动物啊，友情啊，在三界六道轮回啊。所以各位呢，要消除无明，那各位要思维，来念一下文思修，是佛教的精髓。所以各位要背啊，所以要听闻佛法，看经典，思维。很多人喜欢来听一听，然后没有去思维，那这样就没用啊。你要思维反省，然后觉得有道理，要保持正念正行去做，叫实修啊。嘴巴讲慈悲慈悲慈悲，但是牛肉好好吃啊，这样慈悲吗啊？所以既然讲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哎呀，羊肉吃啊啊，你还度众生呢。所以我常讲一句话，来，不要让厨房成为屠宰场，不要让冰箱成为殡仪馆，不要让肚子成为动物的坟墓，不要让餐桌成为杀戮战场。各位好不好啊？拜托啊啊，众生好苦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每一个众生都是我心